不知不觉，我们做美食 UP 已经一年多了。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走了很多地方，去了山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，还去了香港。总有网友给我们留言，说他们想看便宜、好吃的东西。对于下饭来说，这确实足够了。我们可以去找最便宜的脏摊儿，我们也可以去找最饕餮的食物。可是，除了在镜头前大开大合，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通过美食告诉我们的小伙伴，咱们生长的这个时代究竟有多么伟大。当我清晨一早在湖北武汉去寻找油饼加烧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并不知道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中国人每个早上要吃掉4万吨面粉和3万吨大米。当我在对着皇家烤肉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每天中午咱们中国人可以吃掉20万头猪。当我深夜在吃小龙虾的时候，你也一定猜不到，每个夏日的夜晚，中国人可以吃掉1.8亿500万只小龙虾。每天有接近300万名餐饮业从业者在为我们服务。每一天的美食盛宴，都是这个伟大时代里的一场奋斗。这在70年前的中国，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壮丽景象。所以，我们决定走到更远的地方，去寻找真相。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喀什的天空炊烟袅袅，潮州的街头搭起炉灶，霞浦就像是刚刚苏醒，而大凉山的空气中都是辣椒的味道。这些美丽的中国小城构成了奋斗中的中国的脉络。这里我们能看到最真实的人们，以及他们最真实的故事。这是我们的伟大祖国每一个小城奋斗者的故事。我相信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深夜食堂。